怎么说？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雅叔。够了，别再说了，别再妄想了。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永远不爱你。雅叔，雅叔。这些干什么？说我是癞蛤蟆，你郑雅叔也不见得是天鹅。你什么？敢投胎呀？孙子，你坐后面去说。麻烦你快一点离开。是癞蛤蟆。快一点。好。真是好刀啊，好刀。这是日本桃川时代的铸剑大师土井右卫门的传世之作。送给我？是的。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下。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，方算是得其所在。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，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，既然喜欢就要收下，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。燕君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这有什么，我们是好朋友对吧？当然当然。那就好，请不要挂在心上。那我就收下了。这就对了。啊，真是把好刀啊。燕君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，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。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，请您随我来。燕君，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，就请您挑选一把，作为我对您的回赠。哎，这个没有必要。请您一定要接受，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。好吧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。嗯，这就对了。青木君，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，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？当然可以。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，是天皇亲赐的，非常珍贵。我就把它赠送给你。青木君，那就多谢了。这是当然了。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，我送给你，燕君。
非常感谢，我会好好的保存。嗯，我们到外面用茶吧。嗯。青木君，嗯，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，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？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。两天以后，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，怎么样？星期一。进来。将军，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。去吧。是。就按照燕军所说，剑道练习就约在下个星期一。耽误了燕军的时间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哪里，你太客气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是训练鼓打来的。青木君，你的公务繁忙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没有关系，只是几个电话而已。不，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，我们星期一见。那好吧，我送你。好，谢谢。燕军，多多保重。再见。请。连我都不认识啊！哦，原来是燕先生，对不起，没有认出来。这位是青木长官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剑道老师。燕先生好。不要客气。燕先生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哦，边开车边想事情，走错了路，七拐八拐来到这里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，您请上车，我们带您出去。那就有劳了。
拿药去吧。谢谢大夫。下一位。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。我就是。你哪儿不舒服？啊，头发晕，心里闷得慌。是洪三和方阿虎同志吧？是，你是朱大姐。嗯。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，说有紧急情况，他们拿不定主意，要你们亲自来找我。嗯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和方阿虎同志在青帮大哥饼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，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。今天有人来到码头，通过烂脚饼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。哦，是什么样的人？来谈货的是烂脚饼根的干女儿，名叫郑雅淑，我们管她叫师姐。这个人是什么来头？他也在帮，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。燕双鹰？是的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一身正气，嫉恶如仇，武艺高强，胆大心细，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。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，就连烂脚饼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，绝不敢小觑。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。大姐，郑雅叔找饼根购买武器，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做一桩大买卖。哦，什么大买卖？我听雅叔说起，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。好大胆的计划。事情太大，我们不敢擅自做主，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，可他们也做不了主，这才跑来找你。大姐，你做个决定吧。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，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，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。也就是说，行了。我代表组织，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，为燕双鹰和郑雅淑购买武器。太好了，我们立刻去办。嗯。啊，那我们走了。嗯，好。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，回去多喝点水，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谢谢大夫。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，1月10日，也就是明天早晨10点，在江湾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大操场进行预演。1月12日早晨，也就是大后天，押运行动开始。那时间可不多了，我们也要加快步伐。废人，枪的事情怎么样？哦，烂脚饼根的徒弟洪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。嗯。哎，雅叔呢？哦，雅叔他哎，雅叔，我看洪三刚刚给我回话，枪已经买到了，明天夜里到烂泥帮码头接货。太好了，雅叔，这件事办得漂亮。那还用说，这事找我呀，你算是找对人了。那是啊，找枪这么大的事儿，也就是人家郑雅叔，你说换了咱们几个人谁能办得了啊？这不用你讨好我，滚边去。飞人，你呀真是个贱骨头。头儿，你是不知道，他这是故意的，他一天不帮雅叔骂，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。去去去，又多嘴啊，哪儿都有你。雅叔，你看你人没到，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。
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，你别生气呀。你不早说过吗？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伯爵，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？对啊。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，将对方的情况摸清，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。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？明天早晨，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、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，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。可是那预演在海军陆战队总部，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？我已经探查过了，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，上面树林茂密，便于隐蔽，而且视野很好，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。嗯。等铁甲车一到，我就把西边赶一下。这就是运送黄金的铁甲车吧？是的，这是我的副官中村。这是铁甲车司机丸田圣彦。特使阁下，特使阁下。嗯。特使阁下，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？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，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，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。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，举世瞩目，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，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，请他们立刻回去。秦牧军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黄蜂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，请你以大局为重。我海军陆战队是帝国的精英，历经百战，屡受天皇陛下嘉奖，押运任务不需要陆军帮助，请特使阁下尊重陆战队将士的选择。秦牧军，鄙人受天皇陛下委托，全权处理上海政务，如果你不能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将电告军部派专人处理此事。是是 是, 是。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？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，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，协同行动，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，清楚了。预演现在开始。盛宴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，你们要牢牢记住他。为什么？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。来，哦，是这样，说呢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已经摸清了，
这个丸田盛彦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，几乎天天都去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好，哎，你们看，开始了。手段可真够严的。各位，我怎么觉得这心里有点发虚呀？瞧这阵势，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，都未准对付得了啊。你看表干什么？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。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，咱们可怎么下手？来硬的当然不行。哎，来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呗。可是软的可怎么来呀？哎，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，跟他们聊聊，跟他客气，让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？人家也不能干呢。我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？本来就是就是。哎，水浒传有一回叫智智生辰纲。哎，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的人下红寒药，将宋的金银劫走。哎呦，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，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。行啊，叔叔啊，听谁的呀？我当然得。当然听伯爵的了，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？闭嘴！上次我已经说过，这调调离山山。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道，那你瞧这架势，这老虎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。你忽略了这个调调，虎当然不会自己山山，是我们要调调离山山。怎么个调法？立刻回城。好吗？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，下午倒还有几个。哦，我要在这待一会儿，还是老样子。嗯，好。放心吧，云瑶姐，是你自己的杯子。嗯。开始吧，模仿铁甲车的速度，不要太快。嗯，明白。Thank you.
从江海关到这里用了12分10秒，这里四通八达，便于撤退，尤其向北可以直通到武松公路，我看最后的攻击点就定在这儿。车队在第一伏击点遇到阻击后，必定会加快速度，全速撤离。我们马上返回江海关，模拟明日行动时的情形再来一次，必须要将铁甲车到达这里的时间确定下来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看到了一个熟人。哦，平平，啊，我要回图书馆了，这本书就放在这里，你一定要保管好。嗯，明天早晨我还来。嗯，这么重啊？收好啊。你就放心吧。就坐那儿吧，两杯咖啡。嗯。这儿的视野非常好。就定在这儿吧，晚上弄一辆黄包车，把钳子和包新娘弄到这里，装上炸弹。没有，是不是还没来？这家
上不会不来了吧？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？跟你一起出来，早让你气死。跟你一起出来，还挺说，还挺受用。不错，不错，真热闹。哟呵，有美妞。我先看见了，叫进去。傻看干嘛呀？有点意思。来，你们到那边去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去看我好吗？当然，我们走。你怎么跑了？我渴了，我想喝杯酒，你请我。没问题，两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请看我。你走。装甲旅团第三联队的完田上士，谢谢。放行。车库里做什么？明天出任务，明天出任务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车辆。阴阳在。
直下看。